你那个二路路路没有嘞，俺那等眼睛嘞。我咋哭？想哭都没有了嘛，对男人家呗。谁敢买独立房？谁找来的？俺都不都蛮少呢，过不了多。没独立房，俺那没独立房子。没楼房嘞，上楼的撇家。起码都在第二天，不是没别的。我也别人看到这件事，就别把楼家的。别，谁来批评没？二楼还是那么小，谁能请个二兄弟？俺多少？这个我们都用得着，哪个买的？不是在哪里？